你啊你啊，唔单止系公主病，知唔知？你知唔知你系咩？你系公主癌末期嗰只。曹振豪，你嚟 ，Emma， 你讲完未啫？我未讲完。无论你系点都好，我净系想同你喺埋一齐。我唔系冇计划我将来，而我计划里面一路都有你。曹振豪 Wallace 新 EP 开售，睇翻啲 MV 先。啊，个女主角咪成日同你网上放闪嗰个江嘉敏，系咪拍拖咧？就真系得你两个先知啦。不过有睇嗰个 MV 嘅朋友咧，就话隔住个 mon 都 feel 到你哋有几 sweet 咯。老老实实啦 ，Wallace， 你系咪真系将真事摆上台先 ？MV 里面嘅情节大部分都系我自己嘅经历啦，同埋有一啲可能甚至乎係對白上面嘅劇本都係自己參與過創作，因為都係發生過喺自己身上嘅事。我唔想成日行街睇你食飯，然後搭巴士翻屋企搞嘢。完。咁唔搭巴士啦，同你搭的士啦，好唔好？搭的士，搭飛機一瞓。港女情節，唔通嘉敏喺你心目中真係有公主病？呢個係佢最真實嘅一面嚟嘅，好多人。即系心目中嘅女神嚟噶嘛？即系虽然喺我心目中唔系啊，个女神嚟嘅。嗱嗱嗱 ，Wallace， 小心俾人扭耳仔啊！使唔使补镬先？好好嘅女仔啦，好好真实啦，又系，尤其是系我谂呢行系好难去揾到一个女艺人系咁真诚咁样去展露自己嘅好同唔好，咁所以 very good。咁啊，算你啦。